今日昆林关有真侪所在，拢会当去欣赏过海。今日西丽鼻头里，就用七公顷外所在来打造一个融入当地特色、相当趣味的过海，要来吸引大家来遮寻宝甲翕相。伫咧在种日头过所在，除了有美景来挑战，阁会当看到用稻草所做的土地公甲土地婆。伫咧在种波斯菊的农田，就爱来找这鸟咪啊，觅伫倒位，连海鸥嘛来到老实。现在这花是渐渐盛开了，一定伫咧过年这段时间，将会是上美丽的时节，嘛再次邀请乡亲做花来寻宝。这美丽花海在风的吹动下相当的美丽，不过这款的花海在昆林关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。现在要带你来到西丽鼻头里，发现无同款的花海风景。很特别的是呢，这个鼻头花海是首次在这边展览，而且我们结合了在地的艺术家以及所有社区的伙伴们，装置了这一大片的花海。这种整体艺术甲绘本故事融入的鼻头花海，这几天的花嘛渐渐盛开了，真有创意的花海已经吸引真侪人来这出镜翕相了。很漂亮，你觉得哪里最漂亮？我觉得那边的猫，就猫站在花中间。看到这个啊，很漂亮啊，这很特别吗？对啊，很特别、啊。这总共七公顷外的花海，鼻头里顶李美玲表示，因为真侪艺术家的参与，嘛，好因的花海是加了真侪艺术的气氛。伫过年期间，嘛将会更加精彩。我们有一对很可爱的土地公、土地婆，还有很多马哈老师的猫咪的一些画图画，还有我们森茂老师的小美，所以在这里，我们鼻头里的小美在这里邀请所有的好朋友，过年期间到鼻头里来走村。第一套花中的土地公、土地婆，第波斯菊花海中的金鱼甲喵咪，除了这个视频，你敢有发现无同款的物件嘞？嘛，再次邀请大家赶紧来寻宝。记者真心长报道。